中科院嫦娥五号月壤研究取得新进展，研究团队首次证实了月壤中存在撞击成因亚微米级磁铁矿的存在，为学术界关于月壤中可能广泛存在原生磁铁矿的猜测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一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